它要爽。兄弟，越吃越长。你拿个炸弹给我啊！哎呀，你这里吃不完了。管够吗？怎么吃不完呢？吃完粉再说。我也不相信。哦。炸也爽，那个炸片还少了，炸片泡到哪去了？炸片找不到了。这是炸片，炸片泡烂了。那是腐竹。腐竹，嗯，大的腐竹嘛。他说明天要站八两，这是七两啊，对，没错，对，这是七两，对，不是几斤啊，对。对不对，你来说不是很简单吗？你还说明天还要挑战八两呢、啊哎、很简单吗？你们觉得简单吗？简不简单？这还说很简单，现在又说很简单了。哎呀，肯定要翻车了！他说来给我们上课，说到做到，以辣解辣。哇，真巧啊！不辣吗？不辣不辣。水果啊，解辣的。真的是解辣的。我多说三句，不要骗我。就是嘴巴有点像跳舞。加油！越吃越多了，后面也是越吃越有挑战性了，难度更大了。不，你们就吃不完的就不要硬撑哦，身体力哦。哎呦，你都打嗝了。我吃的半程饱就打嗝了。你会不会打脸呢、啊、而且还想唱首歌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今天吃饭想过年。好，唱完歌继续干。对，不是生的，这比这个还辣十倍。青菜好吃，嗯，嗯，好吃。还有，加的那个花再多好一点。好的，嗯。还要吃啊？你明天还来啊？刚刚说的八两吗？我要破纪录啊！可以不啦？先把这七两吃完了，先把。我不信你吃了吧？吃完了，马上吃完了。真的是哦。我没有多少了。我就是想吃慢一点，你看我吃的快一点，不早就吃完了。配了一碗汤，我因为我这个碗我是越吃越想吃啊，等下回去了就吃不到了，吃不到这么地道了，还要等几天邮递啊，不能，这个天天都不能停，天天都要吃，哇，这么多辣椒，嗯，高山有螺丝吗？吃饱，太冷了，没办法。他今天只有八度，对，有时候只有八度，我都穿棉袄了。家里冷，对啊，但是啊，还是舍不得这个螺丝，这个就要吃得快，吃得快容易饱了。哎呀，我就这么慢慢滴，怎么滴？要啊，有实力就自己来。你还慢呢、啊？你现在才几分钟哎，嗯，七两都准备吃完了，还有猪脚、鸭脚、凤爪，还有炸蛋，还能吃那么多呀？还能吃那么多？昨天不是吃完了吗？昨天就今天就多了一两粉嘛，这不就吃一两粉吗？是不是啊？差不多了。你每天都吃这么多？就是吃七两吗？七碗吗？我每天不吃这么多，怎么你送粉给我吃的？说你每天吃这么多，你女朋友知道吗？有这么好的活动啊，而且真是有效啊，是不是？我从湖南飞过来的，几千公里，一两千公里吧，起码是。就是为了吃你碗这碗螺蛳。
还是要节俭了，吃点水果。好，可以了，解一下辣就可以。用辣椒解辣呀、啊？水果、啊？没有，我才不信你的水果。你不信我，我就是水果，我就是说水果。吃的干干净净的，而且这里面不能浪费的，有多少捞多少。这是骨头汤熬出来的，所以这个粉还是可以的，不但汤透，而且很好吃，就是味道可以。平时我还吃了东西来的，刚刚吃那个红薯面都吃了好多，刚刚那个老板也看了。人走了，大哥，你要冲刺，看你冲刺啊！冲什么冲啊？哎，你这个是魔鬼辣吗？这个比这个更辣、啊。那你不是辣不怕吗？我这小米椒啊，你看完你是一个，来来。尝一个，尝一个。对，这个大哥还是实在啊，这么吃。这不辣、啊，反正这本就是你的了。啊，你先吃点粉先嘛。我吃个豆腐啊。刀过，刀过啊！虚假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，吃完这个蛋我们就结束。你停止吧。加辣的嘛，是吗？人家失败全部买单，我跟你说。哈哈哈哈哈。这个不要慢慢吃。我再到后面的，关停止啊！说完了。隔壁那边还有。来，恭喜长沙的刘大哥挑战七两爆辣成功啊！好，感谢那个胖子老板的助理大庆，挑战八两九两，敬请期待。有实力干就完了，没实力希望自己买单。我是一个挑战者，跟你们一样的啊。这个多少箱？二十箱。而且二十项的奖励真实有效，鼓掌！好好好，没错，会说。